坐上飞机准备出去玩，但却迟迟不起飞，外头不断传来怪声，让旅客质疑到底怎么了。早上，星宇航空原定8:40起飞，从台北飞往菲律宾克拉克的航班，虽然当下空姐有广播告知，因为航机后推时荧幕显示有异常，为了确保安全，依照作业程序进行停机检修并排除状况，9:58已经正常起飞，总共延误1.5小时，影响77名旅客。只是遇上这样的状况，旅客难免担忧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